念中国，齐共记起血泪情，待昭雪。众多烈士，有请到现场，愿你能迎上六四时泪光。志气却是很大，我们坚定地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有一天民主的中国一定会实现的。我们齐唱为自由。八號的風球呢，100萬人上街支持愛國民主運動，當時是支持一個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。今日我們這麼多人齊集在維園，是香港人，是支持一個香港的愛國民主運動。讓我們舉起我們的燭光，騰騰莫為全大志，蓝蓝正气满心间，奋勇闯出新领域，拼命踏前路，昂昂长路凭傲气，你我永远两手牵，去向终点的本路，前热汗却未累，前热气却未惧。I choose you
傲气，你我永远两手牵，去向终点极满路，似热汗却未累，似热血却未惧，爱自由。即将开始，在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，一连串的政治运动，再加上在经济建设上面的失误，使到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，死亡的人数达到7000多万，一路至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，四人帮倒台，79年邓小平复出，在政策上面才有一些改变。两个基点，一方面就是在经济上的开放改革，但是另一个基点呢，仍然坚持一党专政。一路至到89年六四事件的期间呢，在政治上面仍然是保守的，所以就出现了贪污的情况了，没有人去监察了，学生就是社会脉搏的反应。当时他们反对的贪污只是官倒，所谓官倒呢，那些官员就是自己发出的主条去买了些东西出来在外面炒卖，所以进行静坐绝食游行是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的。同时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呢，提出要有民主的对话，只是希望对话而已，还没有什么改革。